哎呀妈呀！一到这屋，我想起来还有活呢。这个垫子得刷，这不今早穿的袜子，我撇在这顶了。儿子呀，一会儿你得帮妈刷垫子，刷出来吧。我指挥你刷出来，完我再歇。你能帮妈刷？娘，你干啥呢？你咋没玩呢？那游戏啥的？哦，刚看完修上，明天有没有课呀？今天没有课，就周六周日都没有。都没有课，哎呀！周一有。行，明早今晚不能睡太晚啊，明天5点半。现在就是全员，你要一次不参加就不行。我缓2分钟，让大宝宝把那个凉席刷出来，必须刷出来了。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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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嘞呀，是嘞是嘞呀，哈啦哈哩呀，嗯咋啦，啊哩啊哩啦，完了这句不会了。高价也拿来了，开战了。站住！我干那啥？个干啥？先把它展开，把那枕巾扔一边去，把你那个那啥，它叫啥呀？它叫啥凉席呀？展开。完铺地下。儿子，你告诉小姨们，为啥要刷你的凉席呀？妈妈说。我哪知道啊？我这不告诉你掉色吗你？我都不掉呗。你能不能看出来这个位置，你躺这个位置颜色？那谁睡不得掉点儿？谁睡都不掉。等会啊，我这有个新刷的。来了，哎呀妈，困了。哎呀，我大儿子，凉席我上脚丫子了。你看看，从这儿开始，儿子，就这个位置，就是这是洗衣粉水。哎呦我的妈，哎。咱做反了，儿子，到这个距离，完了这块呢，到这块，就你躺，你能不能瞅出这？给我呀！是我问你能不能瞅出这块色和这块的小格不一样色？还行吧。来，没事，地下整着，一会儿我拖地。撒撒点。那块不咋埋汰。哎，你慢慢撒，你往扬它干啥？不没底。啥呀？就这些。儿子懵了，娘俩干啥呢？那些都干了，我把那些还收了去，我洗手。哎，我这宠坏呀，千变万化的。我一躺，这脑袋，宝贝们，让我一躺又出弯了。小棉被香喷喷的，这个一会儿叠起来收起来，明天咱俩装床吧，反正也没事儿，行不行？行。今天该储备的菜，我妈说句话，还得听。今天该储备的菜储备了，我一会儿我不说歇会儿，累的今晚啥都不干了，我那啥，我去把牛奶买了去，完了明天就是那啥了，搁家做饭吃饭，完了收拾屋。把这些该装的装的，看你哥多能干，快夸夸你哥！行了，儿子不满呢。哎呦我的妈呀！挺好。然后我我戳一去洗下你。手了。哎呦我的妈呀！宝贝们呢？你大宝真有速度，我就一回身把那个凉席放到洗衣机里，完了把抹布投一下，又光膀了，又光膀子了。呀，还挺亮的。我家没有液体蜡了，要不然这两天要在家，是不是还能让大宝给我打打蜡？应该买桶蜡去。大宝子他小姨们不用惦记了，你大宝马上就吃着麻辣面了。呀，小姨说：“快给我们做，特别简单，一袋面里边也是这种冷面，然后三包料，这一包还是那个蜡油，用不了这些蜡。”一个芝麻酱，一个底料，用开水冲就行。完，把食材煮了。今天我给他哥的配菜多，是吧？有豆干儿，有莴笋，有白菜，香菇。宝贝们没吃过这玩意儿啊？瞅瞅，这玩意儿多抗哥，是不是这样式就老了？琢磨琢磨啊，冷面，抓里就完事儿。行了，香菇指定熟了，拿出来。什么味儿？
辣面呢，你闻着啥味儿了？面料还没整呢。那不是，我搁一堆配菜。这么多配菜？啊，太高配了。高配。那天你要吃，我给你做小鱼丸。大宝说两遍，你不给他孩子吧？赶快做。别整太多，口轻。啊，不是这个底料，还这些面最不咸，上次都淡了。我能不给你做吗？你小姨监督呢，你感谢你小姨吧。感谢，非常感谢。就这么简单，宝贝们啊，跟那钵钵鸡似的，都泡里。芝麻酱料，它这玩意儿辣，这个辣的可辣了，少放一点。这一大下子，不搁盆吃不行，我再得给它拿个小碗吧，那种捞着吃。不搁盆吃拌不开，完事儿。感谢谁？感谢妈妈。不小姨吗？啊、感谢小姨。小姨不说，我给你做，那么稀罕你的。晚上饭了啊，全造的，挺多的。整点汤。哎呦，我说我汤有点少。这个吃。你用那个吃烫，你别都整出来，一次加点那么好量。我都捂着冒汗了，这玩意儿咋样啊？非常好吃，非常，还是有点辣，我有点我咸了。咸了我可以兑凉开水，完还不这么黏糊，用不用？我怕那味儿淡了。但对不对？我平时吃黏糊的。嗯，我也愿意吃黏糊麻辣烫。哎呦我的妈呀，竟然用肥肠了啊、哦、非常好吃。宝贝们，这麻辣菜我就摘出一半了，我感觉有点多，因为炸酱。最主要的是我感觉它一点都没臭味啊烂呢，可新鲜了。我寻思先做一半试试。看啥样，没经验。不会呀、啊。完了，林姐还说你小时候没吃过酸的溜的。嗯，可酸溜的，还滑刺溜的。跟那猫耳镜似的。妈呀。宝贝们，我还做抄的干啥呀？做菜干啥呀？可酸溜的。哎呀，这不水果吗？老酸溜的。宝贝们，啥是幸福生活啊？就是你孝顺你大儿子，给你留了一口剩饭，是吧？哎呀。这碗酱油有点搁多了，没经验。酸鸡溜挺好吃，这是搭配不对呀，这拌饭绝了。哎呀，我就愿吃剩菜，就是说句实话，他刚才吃点吧，我说你都吃他儿子饱饱的吗？我心里就寻思，你应该吃不了，你要给我剩一口吗？这要给我剩一口吗？哎呀妈呀，太幸福了。儿子，麻烦你来一下呗。儿子，凉开水壶或烧水壶，他俩哪个有凉开水给我拿来倒点。你哪稍微有点坨了。哎呀，吃饱喝得歇会儿，我就出去买牛奶去。有点天黑了，磨蹭磨蹭，我一吃完一躺就完。哎呀，宝贝们看，面配着麻辣菜。麻辣菜都摘了好了，没寻思炒就这一口，可酸溜了，跟我搁一日游吃那把还不一样，它那个里头没有这些菜，看，太幸福了，就这残羹剩饭，老香老香的了，不行，不能说了，必须配剧再见，宝贝们，你老七是真行啊。还说这麻辣菜炸酱好吃，得配饭，没等明天焖饭呢，没了，就把那粗梗的我都捞了，有点咸，酱多了，油也多，全捞了。我寻思一会儿，我又别动，就晚上，反正就把那些麻辣菜毁在酱里，就都炸出来吧，挺好吃啊，得老下饭了。行了，再见。我这往大宝屋一躺啊，瞅瞅这哥俩都来了。宝贝们，天都黑了，我下楼了。这是我的双肩包，躺的不爱动。我寻思今晚我要不溜达买去吧，明天白天也不知道啥情况，溜达一圈吧。这天呢，彻底短了。我还找这儿
有亮灯的，就菜店老妹儿家这跟你们说话的。现在才6:40，天短了，外边还是挺热闹的。这有一个小超市，没下班呢吧？没下班呢，扫码来进。啊，好。就这么大小店儿，宝贝们，我好像大傻子，都走半天了，想起我背个双肩包来，我把这些倒弄进去。得回走没两步，想起我有个双肩包，你说这一箱奶拎多沉，挺远的呢。嗯，我把箱子当街就撇了，这摆到阳台就完事儿了呗，啥也不影响。哎呀，他小姨们快看吧，男一号都知道自己找机位了，是不是？我这头夹手夹的，走一下就撩过来了，给关窗了，快，可冷了啊！哎，快躲了吧，快躲了，哎呀，夹了。我这前后窗户开着呢，成大的风了，可凉了。阳台那头不用管它了，就一直那个开着了，换空气。这头睡觉得那啥得关。你出不出来了，快啊！啊，慢，妈，找老莫子隔离。我跟你说，都得消蒙圈我这里打的呢。妈，那偷袭搁那偷袭呢？宝贝们，9点了。我现在就要沾床洗漱躺下了，今天有点累挺了，然后路冒样了，从早晨到现在我捋吧捋吧，妈说句话，哎妈，好像能分成四个，其实我希望是分成四个，明天发俩，后天发俩，这不就有提前量了吗？要我今天我说在紧着路，再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昨天晚上我汤黑把今天发的视频剪完了，今天一白天我一直在录视频没剪，要剪太耽误时间了，一个视频就得一个半点吧，至少一个半点到两个点，剪的慢。老莫成天趴得老多毛了，我看这里现在有没有啊，几乎没有啊，我看看能粘多少。妈，宝贝们瞅瞅，也不少啊。宝贝们呢，快来围观吧。就我现在这个脑型是自打我烫头以来最成功的一回，听取了小伙伴的建议，晚上不能洗头，吹的时候你就随弯就弯，你别自己烂葫芦。我那头两天一看翻呢，我就这么的往死给你造型，就心你往里扣，完过一会儿又翻地料掌了，这回我就这么的，哎，是随弯就弯，虽然下午的时候就躺一会儿起来有点翻天撂掌，哎，但过一会儿你看捋顺过来了就好了，虽然这儿这别往后看就是好很多了，挺满意，我很满意。我这床都粘完了，我还没洗漱呢，我先坐着跟你们说两句话，然后我就要躺下了。昨天晚上怎么那么出息呢，昨晚把视频就剪出来了，这不说听老师讲课了吗，畅游在知识的海洋，然后听得我这热血沸腾，然后我说积极点吧，别整天天秃噜扣的哈，就晚上吧有点累眼睛，就是这个光线下我看手机有点累眼睛，我这手术过嘛10多年，完也是懒，晚上就想搁这看看剧刷刷手机哈，就这样。然后我看今天有小伙伴说的那个茅斯炖开没有，怎么说呢，就是听人老师讲课啊，讲的真好，就是每一句话都在理，昨天讲的好像是关于人设的打造吧，就说你想呈现给别人是啥样的。哎呦，我听了两遍的啊，我又复听一遍，但是你让我现在把人老师这个表述出来，我表述不明白，就人讲的时候我说哎呀真对，说真好。就是无论是你的标题啊，你的封面啊，你的内容啊，你的节奏啊，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然后他可能就会让陌生人哈，就是不是说早关注我的小伙伴，说陌生人有兴趣那个哎点进去看看完呢，哎决定关不关注你哈。人说那标题你得有痛点，咱那一天不疼啊，一点疼一点痛点都没有，那标题那封面想搁啥搁啥。老师讲的都特别好，就是有时候你听他一句，哎呀你突然就像有灵感了似的。但是如果再把这些东西哎结合到我已经录2年多视频的这个模式里吧，反正我不太会整。你像最开始我录视频啊，有跟我2年的小伙伴说，哎呀老七七那时候仙仙的，因为不懂啥是 vlog，
只都是个人博客哈，那个视频博客记录生活，但是想着啊，我得让别人觉得，哎，我美美的哈，营造一个独立女性，还坚强勇敢的，什么整洁大方的。所以可能你早晨的起时候，哎，床拽拽板正，把你这呛毛呛呲的脑袋抹擦抹擦，然后录个远景，美美的把小窗帘打开。以前我就那样，你翻我两年前视频就是那样。然后成舟的时候也是慢慢，现在挺慌，不是往外撒就往外冒。那时候都是，哎呀妈，就是不是说那时候好不好，真不真实？你这时候真不真实？你这时候好不好？怎么说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拍摄方式吧。你像人家有的说的，哎，早上起来了，那小姐姐哈，哎，家也美美的，最精致完，然后，哎，手机支个远景，你看，屋里昏暗，完打个床头灯，完了小懒腰一伸，穿一套小睡衣，就是也非常美。就是每个人呈现和表达的方式不一样，就是所有自媒体作者都是哈。记录生活不是说的呀，你这个粗糙，你这个精致，你这个整洁，你这个邋遢，你瞅他家那东西堆的哈。反正我认为啊，我让我一唠就懵。我个人认为，咱先不说说做自媒体的初衷是挣点零花钱哈，这个先不说啊，就是说所呈现的东西是啥呀？就是让小伙伴们哈，或者是陌生人来看视频的时候啊，还有个人是这么活的。啊，他这毛了三光，我现在我就是，我也不会总结哈，我就越录视频越觉得，就是想表现一个芸芸众生中一个平凡的我哈，也是满身缺点，哎，心血来潮，哎，可能说的你这，那个洗心革面的干一通，哎，你懒了，今天饭也不做了，嗯，然后那个什么屋也不收拾了，我看有小伙伴说那意思你给大宝整的肉夹馍。你咋不给孩子整点菜整点汤呢？宝贝们，这就是真实生活。如果说我想表达的让人觉得你看看老七七多会做，给儿子做那饭，哎，有汤有水有滋有味的有颜色，那我就整个小绿黄瓜哈，完再整点汤，整完了他也不吃，然后呢我造完能量我也吃饱了，就是还是说就是你结合你实际生活吧，我就是这么活的，肯定会有不同意见的，不喜欢的，不认同的方式，宝贝们知道吗？但是早关注的关注久的他瞅习惯了就知道了，知道你是啥样人，可能陌生的可能说哎呀他这样的哈都不重要，就是记录相对于真实的生活吧。我觉得每一个自媒体作者不会说的把所有你这真实生活绝对真实的表达出来，你肯定会美化的，你希望别人那个夸赞你哈，表现的好，就相对真实的生活呈现给别人，哎，让别人看到这世界某个角落有一个就这个普通平凡的人啊，就这么回事吧。宝贝们懂了，表达不出来了，我就刚才坐这嘎达我一下想起跟你们说，行了，唠猫样了，就这样吧，绝对这视频是够了，我唠完这段话绝对是够了，我争取今晚剪剪吧，拜拜，宝贝们，晚安了啊。